人做坏事啊，也要有能力的嘛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他有做坏事的能力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也是啊。嗯。哎，那也不行，他也是个男人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也要留下。哎，我留你在这里才算有陌生男人过夜，好不好？我算陌生男人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说的，我懒得管你。我懒得管你。本来我是不打算管你的，但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呢，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吧。你也回房间睡，不放心的话，把门锁上。晚安，小鬼。晚安，大姐。